大家早安，新年快乐！非常谢谢大家在假期之中来捧场。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有几件事情要先提醒大家。第一点就是，请全程佩戴口罩，不要脱下来，这很重要。那也请大家在现在检查手机和其他的电子产品，把它们关静或者是转成静音，这也很重要。谢谢。那同样为了不干扰音乐，请大家可以避免在乐章和乐章之间鼓掌。那在古典音乐界的习惯是，只有在表演者起来向观众鞠躬的时候才鼓掌，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谢谢。那今天的第一首曲子是舒伯特的《圣母颂》。舒伯特在他短短31年的人生里面，写作了将近600首的艺术歌曲。那《圣母颂》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首，也经常在圣堂被演奏。那原本的《圣母颂》是写给声乐和钢琴伴奏。那今天因为是独奏，所以我把主旋律和钢琴的部分编在一起了。那大家可以在主旋律下面听到和弦和其他形式的伴奏。
到大提琴，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曲子可能是巴哈的大提琴无伴奏。巴哈一辈子写作了六首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那今天要演奏的是第六组。不过有趣的是，第六组原先不是写给像今天这样子的现代的大提琴，而是古大提琴，它们长得跟现代大提琴很像，但是它们有五条弦，所以乐器的音域比较广，那自然而然曲子的音域也比较广，要在只有四条弦的琴上演奏，技术上的难度是比较高的。那巴哈的组曲采用的是十七世纪所流行的我们现在称之为古代组曲的曲式架构，它里面主要有包含阿勒曼、库朗、萨拉邦德和吉格四种组曲。其中阿勒曼是一个速度和缓的德式的舞曲，阿勒曼这个字在法文就是德国的意思。接下来的库朗舞曲和阿勒曼相反，是一个快速的三拍子法国舞曲，其他的库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跑步的意思，所以可以听到像有很多的小音符在快速的跑动。接下来是萨拉邦德，它是整个组曲里面速度最慢的舞曲，起源于西班牙。萨拉邦德在早期的时候是普遍被认为是一种不庄重的舞曲，直到后来传入意大利跟法国才在宫廷之间流传开来。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舞曲，那它的特色在于它的重拍，在于每个小节的第二拍。组曲的最后一首是吉格舞曲，是一个快速的英国的舞曲，它是组曲里面唯一不是宫廷舞蹈的曲子，主要是乡村的农民在丰收的时候穿着靴子跳的舞。那除了这四个舞曲以外，巴哈还在最开始的地方加了一首序曲，也在吉格舞曲的前面加了一个加和舞曲。加和舞曲是法国乡村的一种舞蹈。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把是跟刚才长得不太一样，它是巴哈的年代常时流行的巴洛克弓，它的特色在它的弓木头的弧度比较圆弧一点，长得比较像射箭用的弓，那它的弹性是比一般的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弓还要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
下半场的第一首曲子很特别，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 Graham Cohen 在2015年的时候写的。他是茱莉亚音乐院大四的学生，主修中提琴，同时也是作曲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常合作。他跟我说，这首变奏曲的主题用了一个叫做泛音的技巧。泛音是当弦乐器上面的弦被分成不同比例的时候，发出不同频率的音高。那我没有学过物理，但是应该是就是波长跟频率的概念，在不同的比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音高。那泛音的音色是比较空心的，像有人在吹口哨一样。那 Graham 说，这首曲子的动机是在他的大提琴上面找这些泛音的时候所得到的灵感。那变奏曲的主题会不断在曲子的不同地方出现，有时候比较明显，有时要比较仔细用心听才可以找得到。这是变奏曲最有趣的地方。
Max Reger 在古典音乐界里面也是比较鲜为人知的一个作曲家，他生在1873年的德国，是浪漫乐派非常晚期的一个作曲家。他一生非常推崇巴哈，也和巴哈一样为教会写作了很多管风琴的音乐。 Reger 的曲子有非常严谨的结构，而且他喜欢写很长的乐句，好像他的句子永远不会结束一样，很容易让他的听众听到迷路。其中的可能的原因是 Reger 是个酒鬼。我老师以前在拉他的曲子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怎么样都搞不明白，直到 Reger 的以前的一个学生打电话给他说，老师 Reger 在谱这首曲子的时候很可能是酒醉的状态，所以可能就是因为酗酒的关系，他的比较脑回路比较容易让人家难以追踪。也可能因为酗酒的关系， Reger 只活了短短的43年，在1916年的时候去世。现在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三号无伴奏大提琴。
谢谢大家今天来，真的非常谢谢，也感谢林神父让我在这里用教堂的场地，能在19岁的最后一天，在从小长大的教堂开音乐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我今天有准备一首安可曲，是19世纪意大利的大提琴家兼作曲家 Alfredo Piatti 的一首随想曲。皮亚蒂写了很多炫技，他写了12首炫技的大提琴随想曲，这是其中一首。Thank you.
谢大家，谢谢，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安，谢谢。